再来看一下这一盆碧玉，也叫豆瓣绿。哦，这个花盆已经是轻飘飘的。哦，看这个盆土表面也比较的干了。这个碧玉在夏天是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，虽然它比较的耐旱，但是浇水要及时，因为生长旺盛期需水是很大的，浇水及时的话它长得就更快。现在就来给它们浇水，先给它喷下液，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给它加湿，而且还能洗掉它叶片上的灰尘。叶片如果长期不给它喷水或者清洗的话，这个灰尘就容易堵住它，就不利于它生长。这个浇水一定要浇透哦。这个水从这个盆底大量流出，说明就已经浇透了。